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易小月。很多朋友让我推荐无人机时，我总会反问一个问题：你是更想体验飞行的乐趣，还是更想把无人机作为记录或者是创作的工具？如果你选择前者，那在之前至少四期视频中我都提到过，阿瓦塔是我所有无人机中最喜欢的一台，因为它是最好玩的，没有之一。所以这次阿瓦塔2的深度测评体验，前半部分我们来聊一聊阿瓦塔2好不好玩，该怎么玩，后半部分聊一聊新手的第一台无人机在价格重叠时是选择阿瓦塔系列还是选择普通航拍机系列。对于绝大多数小白而言，好不好玩是无人机买来以后吃灰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那怎么才算得上好玩？一，要及时满足，不用怎么学就能飞出成就感，不论是让自己觉得还是让别人觉得。二是使用成本低，撞掉不会坏，擦碰不心疼。三呢，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可以并且敢于让同样是小白的新手朋友去飞你的新飞机。以上三点阿瓦塔一代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这次阿瓦塔二代有了一个大师速成的新功能，一键花飞。简单来说，阿瓦塔一代可以让你用20分钟的练习时间实现常规 FPV 飞机需要练习一个月以上才能完成的起降飞行、钻洞等操作，而阿瓦塔二代则可以用同样20分钟的练习时间实现常规 FPV 飞机需要练习3个月以上才能完成的空翻和漂移的操作。在1米5以上的高度下拉眼镜菜单，选择一键花飞，会看到空翻或者漂移的选项，拨动穿越摇杆的左侧拨轮，选择空翻后对应方向拨杆上的上下左右，分别能实现阿瓦塔二代前空翻、后空翻、左空翻和右空翻。空中油门扳机则可以做出飞行中的空翻动作。在我们飞行时，建筑尖顶上空就很适合做前后空翻，也适合将两个场景通过空翻来做转场。180度平移需要在飞行中做出，保持油门扳机，方向按钮向左或向右拨动，即实现阿瓦塔二代向左向右完成机身180度漂移，非常适合在飞机飞过主体时用来揭示背景，也是我们川西旅拍短片中用的最多的花飞镜头了。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想更好的围绕主体漂移，要向穿越主体时的反方向打杆，例如飞机是从主体的左边穿过时，则需要向右边打杆才能在漂移时围绕主体，如果像这样打反了的话，飞机漂移时就看不到主体了。当然，一键花飞对于小白拍着玩和真正需要出片的旅拍博主满意程度还是有些差别的。对于小白来说，无疑能用最小的学习成本来完成最酷的成片效果，前期靠一键花飞拍摄，后期通过手机快传导入大疆自己的唱片 APP， 一键成片后发到朋友圈，当天你肯定是圈内最靓的仔之一。但对于旅拍博主来说，站在成片可用性上，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一键漂移打9.5分，但一键空翻则是7分。首先，风太大时两者都是不可用的，5级风已经是极限了。像我们在川西飞行时，只能等几个风不大的瞬间才能使用花飞。其次呢，一键空翻的速度有点太快，很难与普通飞行的速度相匹配，画面多少有点为了炫技而炫技的感觉。空翻后机身也会有较为明显的抖动，不过好在阿瓦塔2的陀螺仪数据还是开放的，所以抖动问题依旧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 Giro Flow 来处理。前期拍摄时选择广角并且关闭机身增稳，后期把需要增稳的素材导入 Giro Flow 即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增稳后的画面就平滑了非常多，虽然能看到有不同程度的裁切，但也意外呈现出一种希区柯克边焦的效果。为了让阿瓦塔2更好玩，或者说玩得更方便更安心，还有两个要提到前面来说的实用升级。一是新的飞行眼镜新增了2颗摄像头，支持了实景视窗，敲击2下眼镜右侧即可切换飞机镜头画面和外界实景画面。以往无论是起降阿瓦塔还是移动位置或者是接电话回微信，都需要摘掉眼镜才能看到外界，
但频繁摘眼镜除了繁琐以外，也会不可避免地让镜片上沾上脸上的油渍或者粉底。实景视窗就能让我更方便地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当然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这个视窗多少是有点裁切的，但应对上述的状况是绰绰有余了。而且相较于阿瓦塔1的两款眼镜，新眼镜算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保留了 Goggles 2的屈光度调节，我600度近视外加250度散光依旧可以调出清晰的画面，也保留了一体式飞行眼镜的电池仓，不用单独再吊根线，同时新增了额托和防起雾软质通风帘的设计，也让佩戴更加舒适了。第二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欧四图传了，之前视频我也说过，普通无人机主要是飞大景，如果你不钻高楼群或者是搞极限拉距，那欧三加图传已经很够用了。但阿瓦塔这种需要钻来钻去的机型，更新欧四图传显然更有必要。经过我们的实测呢，4300米海拔的丘陵地带，阿瓦塔2穿梭还是比较自如的。在1400米左右的距离遇到较大的山坡阻隔后，才丢失信号触发自动返航。如果没有明显的遮挡，比如在山谷中穿梭，那1000米距离内，信号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前半部分已经聊完了，在我看来，阿瓦塔二代最重要的升级，那阿瓦塔一和阿瓦塔二应该怎么选？亦或是对于新手的第一台无人机，在价格重叠时应该选阿瓦塔系列还是普通航拍机系列？下面我们来仔细聊聊。机身部分按大小号排列顺序如下，外观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自带桨保的阿瓦塔系列会耐炸很多。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掉进水里，阿瓦塔捡回来基本都能继续飞。阿瓦塔二整体要比一代大了一圈，像钻车窗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孔洞时要更加留意一些。电池仓换成了和普通航拍机一样的卡扣式结构，拔插比一代省劲儿的多。但设计上让我最开心的就是大疆终于把 TF 卡槽挪到正常的位置了，阿瓦塔一代的那个卡槽真是谁扣谁上头。不过这次阿瓦塔二机身自带的 46G 存储在大疆所有消费级无人机里遥遥领先，新手完全可以先不买张卡，这样真飞丢了还能少赔张卡钱。别问，问就哭给你看。摄像头方面，相较于阿瓦塔一代的 1.7 CMOS， 毫无悬念，我们的老朋友 1.3 CMOS 终于被放到了阿瓦塔二上面。是的，没错，和 Air 3主摄、 Mini 4 Pro 还有 Action 4用的一模一样。这块 CMOS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景的素材，我们已经攒了太多样片了，你们可以看一下。 4K60 HDR 和 D-Log M 这次也给你安排上了，参数和画质表现上实在是没啥可细聊的了。但相同底的情况下，阿瓦塔系列和普通航拍机最大的区别就是视角，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画面的对比。同样场景下，普通航拍机的视角大约是82度，而阿瓦塔系列则是155度。在飞大景时，超广角能收录到更多的环境，尤其是贴地飞行时能呈现更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当然凡事总有两面性，阿瓦塔系列是没有变焦的，像这个画面，现场我肉眼看明明觉得雪山已经离我很近了，但阿瓦塔二从我身边穿过时，身后的雪山却显得非常遥远。所以想拍摄远距离主体又无法飞得很近，普通航拍机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价格重叠下，这是 Mini 4 Pro 一倍镜头和二倍数码变焦的拍摄效果，而这是 Air 3三倍中长焦副摄镜头拍摄出来的效果。显而易见，阿瓦塔带来的震撼和中长焦带来的震撼是不同的。如果只能选择一台无人机，大家还是考虑一下自己更喜欢哪种风格的画面。不过对于已经有了 Mini 4 Pro 或者是 Air 3，只想体验第一视角飞行的话，倒也不用再买一套 Avatar 2。新的穿越摇杆和眼镜是适配这两款机型的。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单独买一个飞行眼镜，配合 RC2 或者是 RCN2 就可以操控无人机飞行。想要更临场感的话，还是建议使用摇杆飞行。新摇杆相较于前两代，除了体积更小以外，也新增了虚拟激光笔的功能，可以代替眼镜上的拨杆来点击选择屏幕中的选项。总结，这两年呢，我们做了大疆全系列无人机产品的体验测评，
但很多新品的升级远没有给到我惊喜的程度，都是可预期的从高到低的功能下放。去年让我眼前一亮的机型有两款，一是首次搭配三倍中长焦独立摄像头的 Mavic 3 Pro， 能让作为旅拍博主的我拍到更多精彩的画面；二是阿瓦塔一代，让我打开了航拍新世界的大门，能更纯粹地享受飞行的快乐。而这次的阿瓦塔2，原本我以为只是镜头、续航等方面的常规升级，但一键花飞真的是意外惊喜。飞好 FPV 类的机型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包括我自己。而现在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摇杆一键花飞出来的效果可能远不如大神们手动飞出来的效果好，但在眼镜中看到机身翻滚漂移的那一刻，已经足够让我们开心地发出一声"哇哦"。